壮观不？再来。这边少，这边少，这边。哎，你就转圈吧，你这次你吃不上就坏了，这次啊。快来看看你家宝贝儿，你家宝贝儿热了，要透风了。照顾啥呢？换个门帘进去了。哎呀。出来了呀！哎呀，咬着了！哎呀，没了这里边。你说你不整这个细网，行不行？吃着呢，一会儿买。买细网。来弄上，弄到这儿就行。嗯。哎呀好，我是金阳。现在，斯塔福和罗维娜这十二只在一起，太热闹了，打架的打架。然后咬门帘，那门帘上面就一个大洞，把里边芯全给掏完了。嗯，也不知道他们吃没吃肚里边啊，咱不管那个了，咱现在就把他们放到跑笼里边，让他们在这儿玩儿啊。今天给他准备个特大号的，看看，特大号的槽子，特大号的槽子，直接让他们一块吃。这十三口的，嗯，就是这个比较轻啊，你倒食物的时候，去。倒吧，这家伙先喂上再说。嗯，这帮小家伙，呀呀呀，壮观不？再来。这边少，这边少，这边。哎，你就转圈吧，你这次你吃不上就坏了，这次啊。往这个口这边还得来一勺子。不多的了，现在大半桶都下去了。你管你十二个呢？十二个那大半桶也不行，太多了。呀，那个小罗太多，他吃的肚子撅起来了都。不是小罗，那斯塔福，哎，对，你看哪个肚子小啊？呀，哎，扔过去，哎，行，让他随便串吧。就是这个槽子往外跑得固定，这个要是固定到这儿，他们跑的时候就碍事了，没法拿，嗯，就得来回解除。哎呀，行啊，就他们这样吃吧，吃吧。过两天剩十个了，就好说了。斯塔福往前推，嗯，罗维娜往那边推，哎，直接就平衡了。哎呀，就在这里边，中午马上就是太阳马上过来，就在这就行了。就在这儿就行，嗯，不用怕，他们也不冷。哎呀，这回这肚子都吃起来了啊，这个量。这个槽子唯一不好的就是轻一些。来回跑。来回跑，你要固定上面吧，他们活动的时候就没空间了。哎呀，成了猪了。成了喂猪的呀，黑点儿，你别吃了，黑点儿。不吃那行，那就不是黑点儿了。哎呦，这十三口的，然后还多一个口呢，你还非得清理的干干净净的。小罗肚子今天吃起来了吧？吃起来了。可能造了这帮小家伙。越来越大。越来越会找事儿，越来越会调皮了。现在我得赶紧买点那种细网的，把那眼儿再给它堵上一点，要不然的话你再关进去还是那个门帘，还得换啊。你看刚才都给拽进去了，这几帮小家伙吃光了，这回光光的。小斯塔福的肚子也刚好，然后罗维娜的肚子也刚好。别刷盆了，再刷那就秃噜皮了都。秃噜皮了。嗯。咬我呢？谁呀？你吃饱了是吧？这个食物先给他们倒的，吃饱了咬我呢。吃饱了就咬主人。这看这个门帘，哎呀妈呀！全是一帮破坏分子，你看这两窝咬那门帘，他们
九只没过来的时候，小罗威纳九只没有蜂窝的时候，在那边那个角门帘也咬坏了，你可以上那边看看。你看他们这几只，那门帘也咬。以前是大狗谁呀、虎妞啊咬门帘，啊，其他的狗都不咬。这倒好，所有的小狗都咬门帘了。破坏分子，来小黑点。小黑点是这里边最能吃、最能吃的，颜值也超级高。他还吃醋了呢，他还不乐意了。颜值超高，这小玩意儿，小耳朵也立起来了。那尖儿漂亮，就在这吧。一会儿槽子整完了没？这槽子整完了就撤掉。刷的够干净。你要不然这塑料也得给你啃完。没，这是薄塑料。塑料都怕啃。特大号的槽子，这薄塑料不行，就吃完得赶紧撤出来，不撤出来不行。封吧，搁这儿使劲封，使劲拉，拉完再扫。玩吧，给锻炼去吧。哎呀，在这里边就越来越暖和，因为太阳马上就过来。疯子一样。